我怎么会变成？ 既然老天给了我复仇的机会，便将这一切加倍奉还。这原因不像传闻中的，看来还需另想对策。程秋，你去死吧！清醒点，不要沉迷在这个杀人凶手的杀人箱里。你难道还想捆绑傅哲吗？你到底是谁？傅爵。 是我爱的那个七哥，一点都没变。我找到那个想一生相伴的人了，他叫林烟，他和你好像。既然上天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，那我就要忘记以前的事，学会重新做新的自己。